可以遵守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先去上厕所，你先聊一下。阿聪还是休息，还没来。那就不用找了。啊，那阿姨，你三百还我。那就只有百嘛，好。250张，350。公庙在处理当中，他处理完就会出现。明峰早上，明早，各位早安。阿妈被洗澡。这爱两包，这大粒的。八四粒的，我要大粒四粒的。对，大粒。哎，昨天啥会啥罢工？对，加成几千，赔
你要什么东西，心仪？两包500的虾子，一份蛤蜊，那就是你要虾子1000，一份蛤蜊是不是？500，等于两包哦。啊，蛤蟆100，刚刚后边等一个人要来提。好，心仪帮你帮你弄了哈。他这是分了没？哎，包500。啊，过来4500。努力求走。鲔鱼汤，你看刚刚在鲔鱼汤，没有，没有鲔鱼汤，今天没有鲔鱼汤。那也要顺服走。蛤蟆几包？蛤蟆几包？好，你几块钱？
块自己交了。这礼拜周末应该会出现吧。他台南的宫庙在他自己的宫庙，台南那边在鹿火安照，应该是吧？叫什么我袂记得啊，反正他应该周末会出现。阿里不动的。多人呢，每个人找不完。
外应该是安尼。是无？这无是个吼。我是安尼感觉。我是这个，这是这啊。啊。这是这啊。对啊。我是个。我花。我伊阿上阿个无用啊。等下阿叫伊无用到。上无是无。上无是啊，边啊有是。卖衫的原因吗？是啦，伊厝头计一块都拢租卖衫啊。哦。所以迄位无啊多啊，就对啊。阿姨，过去找啦，找找着，找着再过来讲。我叫伊。大园那边的确，哎，上个礼拜那一场之后没了，因为那个屋主不租卖海鲜的。阿妈遐买200-300一只，对啊，而且。三五七咯。无，买落较好食，迄两尾300，迄一尾850。这什么？银花螺。银花螺。迄螺伊内底上好食的。各位早安。两尾300。快进点早安。廿四尾廿多。哎，阿刚有那个推玻璃膜，阿有那个电脑推机，300块好不好？哦，我看你那个买卡少吗？卡有，300对啊，300没。房东不租给卖海鲜的，所以大园目前就那一场，然后他们还要再找新的地方。
下礼拜还会有啊，一定的。嘉义是固定场。没煮好，进场的。对，今早两个人。